今日讲嘅呢间餐厅位于威灵顿街，佢哋用嘅一分钟步程嘅呢栋大厦嘅一楼。嗱，话说今年有七间新上榜嘅米芝莲餐厅啊嘛，而今日去嘅呢间 Endo 咧就系其中之一啦。犀利之处在于佢喺上年七月份先开业，短短半年就上榜啦。食之前我有 search 过咧，佢系一间融合西班牙同日本风味嘅 fusion 菜，嗱未见过咁嘅组合啊，所以都几期待今餐嘅。仲顺手喺前面街口嗰间世纪广场楼下买一支新口啲嘅清酒嚟配一配呢个狂野西班牙风格。嗱，将结论放喺前面，好耐冇食过咁令人耳目一新嘅料理，所以难怪半年就摘星啦。我哋搭正中午十二点就入去噶啦，趁未有太多客人嘅时候影影餐厅嘅环境先。嗱，佢个主体系比较硬朗啲嗰种水泥工业风啊，配木系嘅台凳，色调系比较沉实嘅。嗱，餐厅嘅面积算细啊，大厅放咗约摸十张台啦，另外仲有一间包厢仔。嗱，冇景观嘅，望出去系一个低层楼景，所以拉埋窗帘算数啦。采光几好，台轮台之间距离阔落嘅，喺度食饭嘅感觉都几舒服嘅。嗱，核心所在当然就系呢个空间唔算大嘅 open kitchen， 望到里面嘅热闹，但又唔会闻到捞埋一齐嘅香味。嗱，虽然呢度嘅定位系 fine dining 餐厅啦，但我格调系比较随和啲嘅。嗱，起码你讲嘢都唔使压低声量先啦。Endo 嘅灵魂就系呢一位身形几有福气嘅主厨，一个阿根廷人用西班牙菜嘅手法去烹调日本嘅食材。嗱，睇网上资料话佢喺日本学艺学咗几年啊，去过几间东京嘅米芝莲名店嗰度磨练自己嘅手势，连老婆都系日本人添。几年前定居咗香港，咁半年前就开咗呢间餐厅。好啦，咁嚟睇一睇个餐牌先啦。嗱，我 lunch 嘅餐牌系相当简洁嘅，佢唔系一大本包装到好靓好厚嘅书咁样，而系一张纸仔，入面得两款套餐，价钱分别就系五道菜嘅588同埋六道菜嘅888。嗱，我肯定我之后应该会几经常嚟过嚟食嘅，因为主厨系一个会用菜式去讲故事嘅人啊，就好似厨魔咁样。嗱，你见呢度每道餸都有个名嘅，呢一阵间就慢慢讲啦吓。因为开放式厨房嘛，所以食饭嗰时候我又留意到主厨系会企喺呢个位置，一边负责上菜前最后嗰个摆盘装饰呢个步骤啦，一路就观察紧食客个用餐进度。见到客人入席嘅时候咧，又会出嚟打个招呼，介绍下自己，系几做到嗰种小店嘅温馨嘅。我就中意呢一种会喺食物之上再多一层交流嘅餐厅。今餐嘅开胃酒系一杯梨嘅 cider， 嗱，饮落就冇 apple cider 咁甜啊，咁你不妨可以体验一下呢个树龄300年嘅梨树个风味出嚟个成品系点个样噶啦。我拣咗六道菜嗰款套餐，咁啊头盘先系一份牛肉塔塔啦，熟成咗21日嘅阿根廷安格斯牛，比平时食到嘅塔塔个肉味再浓啲啊。咁喺鱼子酱同牛肉塔塔之间嗰层黄黄地，其实已经融为一体嘅咧，系好碎好碎嘅 nachos， 用香脆嘅口感嚟配嫩肉，用粟米嘅甜香嚟衬托上面嗰啲 crystal caviar 嘅咸鲜。嗱，咁呢度送个日本元素喺边呢？如果细心啲睇，我哋见到肉碎里面有啲深绿色嗰一点点，其实系剪到好碎嘅昆布碎嚟嘅。但老实讲，个存在感真系唔明显。嗱，呢一度望落好似唔算好特别，系咪？同意嘅，下一道开始嚟了啦。继续系前菜嘅部分。嗱，今次上菜之前咧，要先拣对筷子先。咁啊，拣清酒杯啊，拣切牛排嘅刀都试过，但拣筷子咧真系第一次。特别之处在于就系嗰位筷子匠人系用人手将啲檀木削成八角形。黑檀木就耐水，紫檀木咧就耐热，用咗唔会好食咗嘅，而家多个 talking points， 等你未见到道餸之前已经期待紧，究竟系咩嚟咁把爆呢咁样？但又真系俾佢成功吸引咗我哋嘅注意力。咁呢道餸个名叫Departure， 系要额外加280元嘅。职员介绍嗰时就话呢道前菜嗰五款刺身咧，系主厨用嚟回想翻当年自己哇跨越半个地球走去日本学艺嘅嗰份勇气啊！
不论呢个离乡别井嘅故事你感唔感兴趣都好啦，但起码呢五个喺上台嗰时会有好多唔同排列组合嘅六角形碟咧，系会留低一个好新颖嘅印象嘅。因为我见其他人上台嗰时嘅排列咧都系唔同嘅，咁职员就建议由左食到右，咁啊先系呢两段嘅西班牙红虾刺身啦，质感滑嫩嘅，配咗用虾膏同梅汁调成嘅酱，甜中带咸咁样个层次几独特嘅。之后是日本的海螺鱼，嗱呢个唔陌生啦。但你有冇食过刺身是配八珍甜醋嘅咧？嗱，关一点豉油系冇谂到，原来清新温和的醋香系都可以配鱼生嘅。呢个好系香港风味啊，完全估唔到可以咁衬法。咁跟住嘅系一个北海道嘅饭粒杯，食起嚟嗰种幼嫩嘅程度，我谂可能系拎自取材自个心嗰 part 嘅添。咁佢系配咗柚子醋同面头嗰片系一个百合花瓣，香味比较淡雅啲。那個柔和的甜度未必可以吹谷到粉粒杯的鮮，我覺得反而似是好像是為下一道這份太刀魚做好準備樣。太刀魚還是魚生來的，但就落了薑和葱，所以吃下是挺有那種在家吃蒸魚的那種感覺，但是刺身的質感。太刀魚本身算是一個比較偏向濃味的魚，主廚用了一個中式的薑葱來壓住它的味，我覺得真是一個挺大膽的嘗試。咁嚟到最后啦，喺呢个赤身配烟熏酱油，将嗰阵浓郁嘅味道系再推高啲。咁所以食完之后，你会发觉其实呢五款刺身佢并唔系好似平时咁样，系去欣赏佢唔同程度嘅脂香感啊，同埋酱汁嘅配搭咧，都唔系为咗提升鱼嘅鲜味嘅，而系用主厨嘅见解去创作。个重点咧，似乎去咗啲汁嗰度。例如我真的没有吃过姜葱鱼生和八珍甜醋鱼生这两款东西，都是一个挺奇特的味蕾冲击来的，是挺有那种好像在厨魔吃分子料理的感觉，但它又不是分子料理，它是一个 actual 的料理。下一道继续是冷盘，首先个玻璃碟真的很漂亮，再加上用粉红色的汁打卡一流。讲回到餸，主持是用了一款秘鲁的酱汁叫 Tiger's Milk 去腌这个丝鱼，我断估应该是名字来的，不会真的是老虎奶吧。通常我见到道餸如果粉红色的话，其实我会有些戒心的，因为九成都很难吃，这道成功跻身在一个一成好吃的里面。那个酱是酸酸甜甜带有点微辣，这样是挺开胃的，它可以中和到油脂丰厚的丝鱼那种流，而甜酸辣汁配丝鱼是一个我觉得破格得来但有意想不到效果的 fusion 风格。咁你见到佢一粒粒嗰啲BB 椒咧，嗰啲 BB 红椒咧，个椒味系浓过平时食到嗰啲椒好多嘅，有一种淡淡然，但又唔会令人讨厌嘅嗰种苦嘅后劲咁样，系层次好复杂嘅一道餸啊！好啦，咁到目前为止食咗三道餸啦，所以忽然间见到佢 set 个脚架喺度，然之后放啲面包喺上面咧，嗰第一秒我会以为系吓、上错餸啊，唔系咁核突啊嘛。咁職員就解釋就話呢個係主廚為咗俾食客一個好啲嘅用餐體驗，所以就會決定係 serve 咗凍食冷盤之後咧，再 serve 啲熱嘅麵包，就用呢條作為一條分界線啦。咁麵包之後嗰啲咧都係熱嘅餸菜啦。好啦，咁講翻啲麵包先啊。據解釋嗰時佢就話呢個係一個嚟自西班牙一個傳承咗五代嘅百年麵包品牌，啲麵團係由西班牙空運過嚟嘅，喺餐廳就即場焗製。三款麵包連牛油都配了三款不同的，分別就有松子牛油、沙甸魚牛油和法國海鹽牛油。這樣你以為已經夠講究了是不是？但最把炮的是這一樽由千年橄欖樹提煉出來的初榨橄欖油，成千年樹齡，你點緊嗰時已經不是點緊油，而是點緊啲歷史。嗱，佢仲有跟埋张出世纸喺度嘅添，系记录翻个年份同埋由边棵树嗰度萃取出嚟嘅。咁呢款油佢就话一年只系生产六七百支左右嘅啫，就视乎当唔当做啦。如果唔当做嗰年生产得四百零支左右嘅。咁呢支咧就系嗰年生产六百二十支里面嘅第七十八支。咁我有问职员嘅，佢就话 Endo 大约每日消耗一支松啲嘅橄榄油啦，即系换言之，餐厅一年咧已经消耗咗超过一半嘅产量噶啦。咁究竟呢樽油脂系又系另一个 talking point 啊，定系真系猛料嚟嘅咧？嗱，先睇下佢倒出嚟嗰时咧，都见到个浓度系真系几热身嘅，亦都相信系我第一次食到一个层次咁丰富嘅橄榄油啊！佢最先系会有一阵果香入口啦，而你慢慢 dip 到最后咧，有少少半辣半苦咁样嘅余韵作结，个 aftertaste 系好悠长嘅。
都算是见识了原来如果要在面包环节要讲究起来是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不知道主厨是不是一个面包狂徒来的，就竟然会在这一部分落这么多功夫。下一道餸是一份慢煮大根，没那么简单的。面头的汁是一个炸脆了的昆布丝。那昆布不是黑色的吗？嗱，之前就话系用咗糖同醋慢煮完之后，个昆布就会甩色，变翻做白色。咁啊，白昆布冇乜味嘅，纯粹主要作用就系佢嘅口感系比较即系松化啲、爽脆啲嘅啫。咁中间嗰层咧就系一个风干咗80个月嘅西班牙黑毛猪火腿。喂，80个月，即系几乎7年嘅时间噶咯。入口嗰阵咸香嘅后劲系再延绵啲嘅，直情似系金华火腿嗰种感觉添。再加上底下的汁呢，是在煮萝卜的汁再加上松鼠花调成的一个芡，是黏稠的，是挂得上在萝卜之上的。讲到这里，我想起之前万豪金店Jason师傅说的一句，就是粗菜细做，细菜精做。其实这道餸的配搭原理是几似，讲得简单一点，就是火腿津白。那么你会易点理解那个浓得来它又甜但又不漏的主调，来平衡火腿的甘香。呢度咧就再添多一重系嗰个炸昆布嘅爽脆啊！咁成道葱几层 layers 个口感同埋个咸甜配搭咧就层层递进嘅，关键系个汁个底蕴做得丰厚，所以食完萝卜之后咧，你系唔会想放过呢一碗汁嘅，系食到佢一干二净先至够皮。我觉得呢一度都算系将西班牙风味好和洽咁同日本菜融为一齐嘅一道餸啊！好啦，嚟到主菜环节啦。咁我嘅主菜就系呢一份炭烤阿根廷牛，上菜之后就淋啲黑松露汁做个点缀。嗱，佢嘅外层系烤到几焦嘅，但食落系一啲苦味都冇。嗱，一道餸嘅好食程度咧，系我觉得系分几个层次嘅咧，有几好食，有哇好好食，同埋唔需要讲嘢，系直接想分享俾老婆，俾佢体验一下究竟好食到咩地步嘅嗰种好食。咁你见到切肉嗰时系基本上系几乎一解就开噶啦，好似啲寿司师傅架鱼生咁样。嗱，把刀利系一个原因啦，而块扒软嫩冇筋咧，先系个主因。肉香系好好浓郁噶，嗰阵炭烤风味同黑松露汁嘅菌香个配搭系点到即止啦，冇抢走到块肉嘅风头。咁相比之下，多多食嗰个系一个五道菜嘅午餐啊嘛，而佢嘅主菜咧呢份鲈鱼，我觉得真系被比下去嘅。嗱，份鲈鱼本身嚟讲唔算差，但就完全冇牛嗰份哇好惊艳嘅感觉。佢嘅鱼皮啊烧到比较都几香脆嘅，系薯片嗰种干身咬落会落落声嘅嗰种脆。鱼肉咧都有啲质感嘅，偏向实少少嘅个 type。嗱，佢嘅五道餸套餐同我个餐相比，只系少咗一道前菜，同埋个主菜唔同咗，仲有甜品都唔同咗，咁其余嘅都系一样。而全餐饭，你要我数一款最一试难忘嘅餸菜，我会话系呢一道海鲜汤泡饭。佢系好食到成为咗我以后用嚟量度其他高质嘅汤饭泡饭嘅一把尺嘅。呢度有一个几好笑嘅位嘅就系，即系我哋食紧上一道菜嗰时，即系食紧牛同鱼嗰时，仲喺度讲话啊，呢餐饭都真系大开眼界啊！原来西班牙风味可以系咁样嘅，唔系食嚟食去都系啲咩海鲜炒饭之类做铁胆咁样。然后下一道咧就系呢一个海鲜泡饭啦。咁佢賣相係真係好平實嘅，就係嗰種望落好家常便飯都會食到嘅嗰啲海鮮湯撈飯嗰個樣啦。聞落已經有一陣好香嘅奶油味㗎啦，但食落係完全唔漏嘅。啲米呢職員介紹咗選自北海道啦，咁係好食嘅，但我覺得佢只係一個配角，係一個純粹用佢嘅質感嚟帶出碗湯嘅精華嘅一個載體咁樣。咁主厨用咗一个熟成60日嘅牛肉去熬呢碗汤，再加咗啲桂花蚌啊、带子啊、鲍鱼啊等等，就唔系一句鲜味十足就可以盖过嗰次一路食一路一路哇嘅嗰种享受啊！佢份量就唔多嘅，好似刻意想吊你瘾咁样。清完碟之后，个心仲一直回味紧呢个饭。餐牌上面你见到呢度送个名叫做Without Lola， 咁其实Lola 就系主厨个嫲嫲。呢一份咧就系源自佢儿时回忆嗰时阿嫲嫲嘅味道，亦算系开启咗佢对美食嘅沉迷之路啊！所以呢一碗佢系模仿翻嫲嫲嘅手势嘅海胆泡饭咧，就成为咗餐厅 menu 个铁胆。职员话呢度系每隔两三星期份 menu 就会转一转啦，乜嘢餸都会变，唯独永远唔变嘅一定系有呢一份泡饭。
Endo 令我联想起佢以前食过一间位于观塘工厂大厦嘅餐厅，叫 Enchanté。嗰两位年轻人一样，都系用送菜去讲故事，系能够令一道佳肴更加有血有肉嘅。不过题外话，你哋真系好去捧场嘅。我之后有去再食嗰时咧，两位主厨话条片出咗之后，啲 booking 系多到吓亲啊！咁啊，我觉得高质嘅菜肴喺香港咧，其实真系唔难揾嘅。但最后要突围而出嘅咧，我觉得系视乎食唔食到嗰种共鸣感觉，嗰种唔系单纯因为佢好食，而系仲带有一种好似食紧个主厨嘅人生一部分嗰种，就即系虽然系素未谋面啊，但食完好似识多咗位朋友嘅嗰种 bonding。嗱喺厨魔我 feel 到呢种感觉，喺 Enchanté 我 feel 到，喺 Endo 都系咁。无独有偶，呢三间都系啲面积唔算大、台数唔算多嘅一个小小天地。有故事的餐厅，我才会吸引到人想不断发掘多些它的可能性的那种冲动。吃完这餐饭，我已经问定职员想看看 dinner 何时有位，你打算约朋友再来吃。因为他说呢，你见 lunch menu 很简单，只有两款套餐。原来 dinner 的 menu 是更简洁的，是 omakase 形式店，是没有 menu 的。就那天哪款靓料就煮哪样。職員說因為是個廚房小，沒什麼 freezer， 是儲不到多少食材而已，就唯有發揮創意來炮製一些即日鮮。那麼再次給他成功 sell 掉了，我要再試一下他們的 dinner， 誰知道 booking 呢是敷到去五月份，而餐廳只是接受60日內的 booking 而已，即換言之可以 book 到的日子都已經敷了。好了，唯有再等耐一些。好啦，咁今条片嚟喺呢度啦，个甜品同 Betty Force 嘅环节我就唔讲啦，留翻啲神秘感俾你哋。假如咁好彩 book 到嘅话，再嚟发掘一下。喺食头两道餸嗰时咧，我会以为呢度系同 Amber 系好似嘅，但食完晒成个 set 之后，我就发觉完全系两回事，真系 Amber 还 Amber，Endo 还 Endo。虽然表面上都是说外国厨师将西式料理结合日本食材去 present， 但在高手的拿捏之下，你就看到即使是再熟悉不过的食材，但依然可以变化万千。好了，喜欢这条影片记得赞我、分享、留言、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